胡玉琴，啊，副攻位置上是何秋兰，二传位置上是二号何洁，现在由布里西奥来发球，发到了自由人和后，大条攻，布里西奥中线的下球。继续由布里西奥来发球，上来一分 ace， 又是直接得分。第三分直接得分，不啊，但是球抛得很高，跟大力头发是一样的。在国内联赛还是很少见这种发球的，又是直接得分，所以大斜线被防起了。布里西奥挑战的结果确实是界内啊，场上的队员看的还是很清楚的。布里西奥中线的下球，这一分点拉的还是很高，上海光明又被这边的防守阵型啊，拦防阵型是拦住大旗，又是布里西奥的这一点，最终是通过布里西奥的一条腰线，28-26。调整的第三板还是没有打上力，给到布里西奥，刚才一分近底快，现在一分短平，请求暂停了。直接发球直接得分，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，请大家继续锁定咪咕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。